我们一起去海底探险。我们千万不要怕麻烦就打压孩子爱涂鸦的天性，应该在家中给孩子准备简单的画纸与画具，让孩子尽情的发挥创造力，提高专注力，动手做的能力，可以让宝宝的想象力尽情的得到释放。关注我，看更多儿童美术。